幺弟啊，昨天废钢筋卖了多少钱啊？哦，这个月废的少，才卖了10000多，我怕完不成指标，我昨天临时报废了一批，凑到了25100。才25100啊？凑合吧，钱也是肉。那还是老规矩，我把零头抹了，那20000拿去上交。哎，零头怎么能抹呢？谁卖废钢筋？刚好是整数啊。这样，你把那20000抹了，我们都卖开，剩下的拿去上交。行，我就说嘛，跟着七秘书混，一天吃8顿。哎，对了，卖钢筋这事还有谁知道？哦，能为老王帮忙上的车。那这样，我这里有12.05，你拿去给老王买包好烟。秘书，为什么要给老王买烟呢？你吃肉不得给下面喝点汤啊？给他点甜头，这叫封口费。还是七秘书高，那这钱还是我来出，怎么能要您的钱呢？有进步，单位的学位还多着呢，慢慢学吧。好嘞，好嘞。有什么？